爱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苏言，洋洋色吧，洋洋色的色号 M347 吧。我觉得就是清洁啊，抹一些护肤霜，有的时间的话就会做一下面膜吧。爽肤水，那面膜，保湿面膜，唇膏。其实我现在每天都在健身，对，那没有时间的话也基本上一周会练个三四次。那当然是火锅了，宽窄巷子吧，对，可以听听川剧，看看变脸，也非常有惬意。就是520的当天要照顾好自己。